趣事啊，咁啊，即系要分享一下阿怡當時即系都成名嘅時候，咁佢都需要有我陪伴住佢啦。咁咧去到影嘢嘅時候，以前可能就係我即系你係主角，可能會你去俾人影啊各樣嘢啦。咁咧嗰次咧就啱啱就有個記者朋友、攝影師朋友就話阿寶玉啊，你去幫佢度度位啊！即係嗰刻，因為我第一次啱啱接觸經理人啊嘛，跟住話啊係好啊好啊，跟住嗰刻我要即刻俾自己要記住，哎係喎，經理人係要做呢啲嘅，咁嗰個角色調換咧係幾得意嘅真係。講起阿怡啦，阿怡近期嘅嘢，我之前話佢續約噶嘛，唔係。係啊係啊，咁而家佢都決定要續約嘅，因為佢休息咗一段時間啦，咁佢都對呢行都仲有想做嘅事啦，咁佢同我問我，即係可能想去下旅行啊，或者拍一啲旅遊節目嘅，咁我嗰陣時咁我哋公司就係啱啱嚟緊將會去馬來西亞啦，咁都同佢講話，其實呢一行嘅範疇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，咁所以佢最後就只要其實有時間俾佢休息一下嘅話，咁佢就話佢都想繼續 ongoing 去做呢件事啦。你覺得阿怡難唔難帶咧？而家其實阿怡冇接觸過呢行嚟講，其實佢好犀利嘅。佢真係我真係俾個百分佢，因為佢係好願意學，好慢慢去接受呢一行係點樣。即係遇到嘅突發事，首先佢係非常之冷靜。我覺得呢一點係我哋調翻轉都需要學習啊。佢係好冷靜去處理啲突發嘅事咯。